兄弟，咱回家。哎，武大，回家。这位是，这就是我兄弟，老虎就是他打的。哦，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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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休养，休养，回家。这就是武大，真没想到，好高的个儿。虎老夫子，哦，大郎，这就是我兄弟，景阳岗上的老虎就是他打的。哦，失敬，失敬，失敬，多多关照。回家，回家。我兄弟回来了，我们哥俩有两年多不见了。大婶儿，大婶儿，快开门呐！我二伯伯回来了，来了来了！你个小猴崽子，别把我的门给砸破了！快开门呐！你就来了。两年不见，莫非大哥已经成家？是啊，我已经给你娶了一房嫂子，咱们总算是有家了。哎，你这小猴崽子！总是这么毛手毛脚的，你看这是什么？他大嫂，这就是我兄弟武松，景阳岗上的打虎英雄，就是他。哎呦，是二叔啊！听隔壁王干娘说，老虎会行得热闹，本想去看看，未能赶上。没想到打虎的英雄就是叔叔，这真是喜从天降啊！兄弟，这就是你嫂子。啊，见过嫂子。快快请起。哎呀，可折煞奴家了。请嫂嫂受礼。叔叔万福。叔叔，快请屋里坐。哎，屋里去，屋里去，屋里去。哎。请叔叔坐呀，坐，我去给你们倒茶。有劳嫂嫂，别客气，坐坐。嘿，后边还有一间屋，我和你嫂子就住在楼上。哥哥成家立业，真乃天大的喜事，也是小弟的福气。你看你怎么不请叔叔坐呀？对，兄弟，坐下，坐下。叔叔一路风尘，快请擦把脸吧。多谢嫂嫂。你看你，快请叔叔坐呀。兄弟，坐下，坐。哎，今日若不是大街相遇，免不了还要去清河县扑个空呢。哎，不知大哥何时来到阳谷县安家呀？哎，你我一别两年多，来到阳谷县也一年有余了。那时候我娶了你嫂子。清河县有几个浮浪子弟常来无理取闹，住不下去，这才搬到这阳谷县来。都怪你哥哥生性懦弱，常受人欺负。俗话说，善马好骑，善人好欺。大郎为人若能有叔叔一半刚强，谁还敢到半个步子？兄长为人本分忠厚，怕与人争，不像我武松颇也惹事的。常言道，人无刚强，安身不牢。我呀倒看不上他这样的。哥哥不惹祸，免得嫂嫂担心，还是好的呀。啊，不担心，可总跟着他受气。你们坐着说话，我去给你们炒菜烫酒。哎，看来嫂嫂倒是位直爽勤快之人啊。她原来是清河县一个大户人家的使女，见过些世面，煮饭烧菜样样都行。哦，还做了一手好针线。哦，承蒙那员外看得起我，分文没要，就把她许给了我。哦，说是要积些阴德。哦，那年小弟闯下大祸，便一走了之，想必哥哥受苦了。倒也没有什么，
只不过吃了几个月的官司罢了。清河县那一机密只是被你打昏过去了。哦，以后就康复了。县医见我一贫如洗，没有什么油水，也就只好放我出来。哦，出狱以后仍以卖炊饼度日罢了。倒是兄弟这两年在何处安身呢？无非是南北飘零，四海为家。嗯，后来投奔河北沧州柴大官人处逗留一载。哦，后又寄予山东运城县押司宋江。哦，我等谈的投机，拜为兄弟。哦，日久天长，思念哥哥心切，我就赶回来了。呵，这次你们兄弟团聚，就再也别分手了。后头堂屋空着，叔叔住在家里。对，空着。哎哎，早晚要点汤水的，奴家也好亲手安排。对，就是喝口清汤，也是一番心意了。谢谢嫂子的盛情了。瞧你说的。吴大伯，我回去了啊。哎，运哥，忙了一阵子，坐下来喝杯酒嘛。是啊，你们一家人吃团圆酒，我算什么呢？哎，吴二伯伯回来了，我得回去告诉我爹，让他也高兴高兴。哎，坐下来喝一杯嘛。哎呦，这个小猴崽子，王干娘。哎，看武大嫂，快请进来坐吧。看武大哥。哟，这就是你家的好兄弟，济阳岗上的打虎英雄啊！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兄弟，快来见过，这就是隔壁开茶房的王干娘。哦，原来是高林。失敬失敬，兄嫂在此居住，全仗王干娘照顾了。哟，瞧武英雄说的，我倒怪不好意思的。我们相处多时，格外亲近。是承蒙他俩看得起我，还叫我一声王干娘，我真不敢当啊。干娘说的。哎，武英雄，嗯，我告诉你呀，你这个嫂子那可真是百里挑一，特别贤惠。你这哥哥呢，那就更甭提了，为人忠厚老实，天生孝悌，有时候想起你来呀，还要哭一场呢。我常劝他说，骨肉之情总能团聚。嗨，怎么样，今天兄弟相聚，全家团圆，该快活了吧？是的。是啊，请王干娘一起坐下喝杯水酒吧。啊，好，这酒啊就先存放在这儿，改日再来讨扰。老身今天是向你们全家来道贺的。改日再会。再来，改日再会。恕不远送。再来啊，恕不远送。叔叔快坐。哎，坐呀，坐。哎，坐坐，我来吧。我来。哎，叔叔坐坐呀。坐。好，先敬叔叔一杯。喝。给叔叔接风洗尘。来，好，来，干。多谢嫂嫂。来，吃点菜，快点。吃啊。吃。这是宋江大哥临别时所赠，请兄嫂收藏食用，不成敬意。哎呀，这可使不得，不能收。哎，自家兄弟何必客气，给了就拿着啊。你倒实在。小弟还有一事与兄嫂商议。哦，阳谷县史大人有一点小弟做个都头。哦可这宫门之事，总有为虎作伥之嫌，不知大哥意下如何呀？俗话说，宫门之中好修行。再说，当差的不一定都做坏事，只要你秉公办事也就是了。我看，
总比待在家里坐吃山空好吧。哎，可是叔叔当了都头，看谁还敢欺负咱们。这倒也是，既然兄嫂做主，小弟遵命就是。来，咱们共祝叔叔加官进爵，步步高升。干了，干干。哎呦，嫂嫂，哎呀，这来，吃口菜，吃口菜啊！哎，怎么样，嫂嫂？怎么样？这酒可真辣呀！笑什么你？这是何人？大人待他竟如此恭敬。他呀，提起此人赫赫有名啊。哦，他叫陈洪，原来是个县吏，如今是衙门的巡防老师，律吏透手，笔杆如刀，是这阳谷县令的三朝元老啊。连大人有什么疑难之事，总要找他商议，向他请教嘞。是啊，宫门之中规矩大，是非多。我武松初入宫门，还望诸位多多指点。哪里，武都头说哪里话呀？虽说武都头上卯不久，对弟兄们能以诚相待，为人宽厚，办事认真，连史大人都格外器重嘞。武都头在此，小人去去就来。好。这是谁？这就是那陈洪老太爷的儿子，叫陈兴。哦，为何这等模样？哎，陈洪膝下就这一个独子，前两年结交了一些游手好闲之徒，非嫖即赌，拉了一大堆债，债主时常登门催讨。你想啊，那陈洪老头家道甚好，家教更严，是个极要脸面的人，一气之下就把他赶出家门，扬言如不改邪归正，还清债务，就不准回家。陈兴原本是个公子哥，既不会做生意，又不肯出力气，只好靠着三班衙役里的老人周济度日。又给了多少啊？30文，又扔到井里了。陈兴，回来。武都头，找我？进来。来，进来。进来。进来呀。坐了。方才听说令尊大人已将你逐出家门，不知你日后作何打算？你说呀。你还想不想回家呀？我岂有不想回家之理呀，只是家父有言在先，我如不幡然改过，还清债务，就不准我回家。
书记负债累累，哪能还得清啊？共有多少债务？债务共有多少？按实数嘛，也就四五十千文。按实数，若按虚数呢？按虚数得四五百千文。这就借的什么债？放这种债的人绝非良善之徒。不要紧，你这个债我来带你平啊。但有一条，往后一定要改邪归正，不要再辜负陈老太爷对你的养育之恩呐、快回话呀！快回武头头的话呀！快回话呀！回话呀！武都头，我说再不改正，还能算个人吗？武都头，你真是我的重生父母，才是爹娘啊！陈兴，快回清溪。不要这样讲，你先说说，那债主有几个？都是些什么人？有四个。都是西门大官人家的门客。哦，又是他家的门客。这西门大官人到底是何许人？嗨，就是那狮子桥前回春堂生药铺的东家。哦，父姓西门，叫西门庆。他家豢养了一大帮门客打手，为非作歹，无所不为，仗着西门庆老丈人高官显位，无人敢管呐。哦，怪不得百姓们传说阳谷县有两大海，岗上的猛虎，岗下的西门。对，就是指的西门庆。哎，当官要与民做主，执法犯法不是要罪加一等吗？不要紧，叫那些债主带着债据到这儿来，就说你要还钱。哦，去吧。多谢武都头，多谢武都头。哎呦，吴都头仗义疏财，真乃仁义之士也。告诉弟兄们，一定要办事公道，为人秉正。我等身在宫门，绝不可欺软怕硬，更不准欺压百姓，去干那伤天害理之事。
怎么天到这般时候才回来？怎么没回家来吃午饭呢？中午有几个兄弟拉去吃酒，未能回家，累嫂嫂久等了。你哥哥图他多卖几个炊饼，也没回来吃饭。我来吧，叫我一个人等得真是心焦。下这么大的雪，回到家里来暖暖和和的多好，偏要在外边与人家吃酒。快快换衣换鞋吧。哎，叔叔，快到你屋里烤火暖暖吧。哎。叔叔快坐，饮上三杯，驱驱寒气。嫂嫂，还是等哥哥回来一同吃吧。等他回来还早呢，今降大雪，买主稀少，回来的更晚，等他不得。这叔叔要是觉得一个人饮酒太寂寞，奴家就陪叔叔先满饮此杯。嫂嫂自便吧。天气寒冷，叔叔饮个成双杯。我自己来。请嫂嫂用酒。我来。叔叔真是海量。怪不得连老虎都怕你呢。我听人家说，叔叔在县前有了一房婶婶，此事当真？哈，嫂嫂，你需要听外人胡说，我五二从来不干这等事。哼，只怕叔叔口头不似心头吧。嫂嫂不信，就去问哥哥嘛。哼，他晓得什么？他要晓得这等事儿，就不卖炊饼了。哎，叔叔别发愣啊，快饮酒吧。叔叔别急，我就来。哟，叔叔就穿这点衣服，不冷吗？不冷。叔叔多喝几杯，暖暖身子。我替叔叔把火拨旺。快过年了，如今叔叔青春多少啊？25岁。哟，还长奴家3岁呢，明年就26了吧？嗯。俗话说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叔叔早该有一房婶婶才是啊。
你若有心，就喝了我这半盏残酒。嗯，嫂嫂。啊，嫂嫂，你看错人了。我武松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不是那败坏风俗、伤害人伦的猪狗。我，嫂嫂，不要这般不知羞耻。你到哪儿去？回县衙去。你，难道你真的丝毫也体谅不到奴家的心思吗？什么？虽说我是女流，可我也是个不戴头巾的汉子。当初那员外要纳我为妾，我执意不从，亦不图荣华富贵，更不贪豪门强权。为要报复，他非要我嫁给你哥哥，我也依了，安分守己的过了两年，偏偏你如松天降，闯入了家门。我并非那朝三暮四贪图情欲的轻飘女子，我看你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，才勾起了爱慕之情。难道你真的把我看成不知羞耻的猪狗了？方才是我言重了，嫂嫂休怪。我自幼父母双亡，是大哥苦心把我抚养，大哥待我恩重如山，如同父母，故而我对嫂嫂也是同样的敬重，未有半点轻描。嫂嫂不贪图豪门富贵，宁肯下嫁平民，可敬可佩。我大哥虽说性情懦弱，但为人忠厚老实勤恳，对嫂嫂更是体贴入微。嫂嫂若能一如既往与大哥同甘共苦，正是武松求之不得。今日之事也就烟消云散，如若再不安分，有什么风吹草动，那武松眼里认的嫂嫂，拳头却只认了天理人伦，到那时休怪我武松不讲情义。Oh, my God.
来了，五都头来了。哦，诸位都是陈兴请来的。哎，是是，都到齐了吗？哎，齐了。嗯，坐吧。是，秦星，倒酒。哎，好，哎，好。嘿嘿，请，请，请。诸位都是陈兴请来的债主，借债还钱，理所应当。今日请诸位来清账，就请把借据拿来，也好如数还清。哎，这嗯，啊，是是，好，请，哎，请。请到班房领取。当初借多少，如今还多少，如数还清，请吧。啊，这可这利钱，利钱分文不给。哼，谁让你们放这种损德的阎王债？嗯，你们害得人家被赶出家门，沿街乞讨，难道你们就不怕逼出人命？今日之事由我做主，若有不服，文打官司我动手，随你们挑。打官司这儿是县衙，方便得很，要想较量武艺，我武松愿意奉陪，请。岂敢岂敢，俗话说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。哎，是，哎，何必伤了和气呢？是是，嗯，那好，来啊。有，带他们到班房去取钱，都记在我的账上。是，去吧。走吧走吧。好，雾都头，雾都头的大恩大德永世难忘，雾都头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。大丽花，哎，嗯，陈老伯，啊，请进。哼，啊，老伯，陈老伯，小侄贸然带陈兴小弟平债，只盼老伯收留小弟，也好家人团聚，重享天伦，欢度晚年呐。哎，家门不幸，出了这败家之子。老伯，常言道，败子回头金不换嘛。爹爹，孩儿我一定悔过自新，重新做人，今后好好侍奉爹娘。嗯，真是个冤家逆子。起来吧。是。
承蒙都头替小子平债，萧老二已感激不尽，所欠债务自然由萧老二去付，哎，怎好让都头破费？话既出口，岂有收回之理？小侄初入宫门，诸事不懂，久慕老伯大名，日后还望多多指教。哦，今日之事，就算小侄孝敬老伯的一点心意吧。哦哦哦，坐，坐。哎，宫门之事好说啊，如有一难，小老二一定尽心协力，随时恭候都头光临。多谢老伯厚意。陈兴，哎，快送老伯回府吧。好，小老二还有一事要与五都头商议。哦，史大人有些贵重物件要送往东京，可眼下年关将近，天气严寒，路上有不太平，时有强人抢掠，需请以能人押送。史大人正为此事犯难，找到萧老儿来商议。大人若不嫌弃，武松愿往。哦，好好，武都头若肯出马，则万无一失。不过这可是趟苦差呀。小人自上毛以来，正愁无处效力呢。好，就请武都头选两名土兵，收拾一下，明日一早一起登城吧。是。萧老儿告辞了，等武都头返回阳谷，一定请到舍下好好叙谈。一定叨扰，请。请。老伯总好，恕不远送。好，请回吧。嗯，这几个讨债鬼啊，都是软的及硬的怕。嗯，他们拿着钱都乖乖的走了。明天一早，我要去东京出趟公差。哦，不知道哪位愿意同去呀？我去，到东京去过年，咱也开开眼。天冷路滑，这可是趟苦差事啊。哎，再苦再累，跟着五都头办事心里痛快。哦，好，就请你老兄先辛苦一下，买些酒菜送到子时间，我要向兄嫂辞行。哦，好。此次公差至少两个月，大哥为人懦弱，我不在家时，大哥要少卖炊饼，晚出早归。不要与人争吵，不要与人吃酒，回到家里就把帘子放下，将大门闭紧，这样可省了许多的是非口舌。若有人欺负你，暂且忍耐，待我回来与他理论。好，大哥若能依我，请瞒您自卑。兄弟这些话都是好意。好，我都依你。嫂嫂是个精细的人，精明强干，不用我多说了。我哥哥为人质朴，全靠嫂嫂照应。嫂嫂若能把住家门，自然少去哥哥的许多烦恼。古人说得好，离老犬不入马。是啊。哼，
莫非兄弟听到什么闲话了？我潘金莲可是个叮当响的婆娘，自从嫁给武大，真是蝼蚁不敢进屋。谁家的犬儿钻过？有什么篱笆不牢？兄弟说话可得有个下落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说句话定个钉，吐个唾沫砸个坑。兄弟这话可都是好意呀。是，好，嫂嫂的话武松都记下了。只要嫂嫂心口相应，言行一致，武松求之不得。请嫂嫂也饮了此杯。我不会饮酒。你看他又耍小孩子脾气了，这都怪我不好。兄弟，你要到哪儿去呀？天色不早，明日清晨启程，我得回去收拾一下。哦，王大哥，你可要早早的回来
生病回家。你死有余辜。